这很典型的是一件女性所拥有的器物，她把自己最珍爱的这种化妆品的眼线膏保存在这个器物里面，他们在出席一些盛大的典礼或者进行祭祀之前呢，要进行盛装打扮。所以这件器物对我们来说，也能够触发我们很多对古代文明时期古人类审美思想的一些遐想。